礼拜五全台湾拢在放风台假，但是河尾镇农会为着方便农民来立公牛，农会人员是加班服务农民。总干事张正炎呢嘛亲身督军调度，和农民抢瓜在手啊有蔬菜来缴纳，小天的举动和农民是真甘心。尼伯特风台已经登台侵袭，农渔民利用最后的时间，赶紧做好风台措施。阮阿渔港的船只马上就驶入来到天坑。但是辛苦的稻农无用抢瓜一起稻作，一般牛乡嘛做花棒红台架，但是河尾镇农会也是加班作业，让农民有所在来缴公牛。今仔虽然是红台天，为了讲休困吼，啊，一寡牛乡也嘛休困，但是咱农会家己爱照顾农民，服务农民，赶快继续收缴公牛。咱即每一工收的量是450几栋，超过咱头顶四工的量。但是无要紧，咱嘛是照常嘛，甲农民服务，咱嘛是用长时间来甲农民收购，在稻谷吼，啊，介绍同款嘛是维持吼，咱合理的吼，会当予农民真合理的介绍。啊，以及咱公牛本就是超过32度袂当缴公牛，但是咱32度以上就嘛当缴公牛。啊，超过公牛部分咧，咱嘛当缴市民。啊，所以这点请大家农民大家放心。阮种的嘛一直拍拼在切啊。漳州收400几栋嘛是拢紧联络车拢拖出去，拖出去外口，都浪费了钱嘛爱卖啦。为着要服务农民，吼，大家放心，吼，下再讲虽然有落雨，淡车个浪费嘛是讲无真离谱，嘛是继续收啦。河尾浪费仓库的人员是真无闲，总干事嘛亲身来督军调度，辛苦服务农民，让农民是真甘心。收你拢几间呢？啊，结果。开哦，咱这种无啥事，要抢嘛无法当呢。你一早天未光，伊就先教伊呢，你知？因讲，哎呀，真正照顾农民。即马拢咧唱歌嘛吼。对，嘿。啊，所以因拢加班，按真正安那足认真。风台天也是有人无法度放假，颠倒搁较无闲做工课。河尾镇农会人员辛苦的付出，大大帮助农民，予人是相当的钦佩。大专新闻台目前河尾采访报道。